着起来，担负起天下一心。听吧，满南是大众的街上，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我们是要选择战还是降，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我们不愿做奴隶而行云之上，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旺。听吧，满耳是大众的街上，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我们是要选择战还是降，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我们不愿做奴隶而青云之上，在电影《风云儿女》中的插曲《义勇军进行曲》唱响了神州大地，谁都不曾想到，这首融入了整个中国四万万同胞心跳的歌曲，即将成为凝聚全中华民族的伟大集结号。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决议，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歌。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决议，恢复《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将《义勇军进行曲》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并写入了宪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强音，在国歌的每一个音符中澎湃激昂。朋友们，让我们向国歌致敬。
生命中有过的震撼和感动，曾几回是为一首歌曲动容，泪水总会在这样的时刻潸然而下。当国歌与国旗一同攀升，岁月在雨打风吹中渐行渐远，记忆因刻骨铭心而依旧鲜明。曾经为国歌而亲切着一部电影《义勇军进行曲》，因风云儿女而风起云涌，歌声鼓荡着抗日的浪潮，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歌声让我们揭示了田汉写在烟盒上的战斗檄文从狱中破响长空。歌声让我们记住了聂耳跳动的音符，跳动的火焰，飞扬的旋律，飞扬的激情。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黄浦江也不舒缓沉静，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文艺也会是匕首投枪，音乐也可以鼓角争鸣。共产党主导下的进步力量，杜鹃啼血般的唤起四万万民众。一部《风云儿女》如烈火添薪，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让火焰熊熊。歌声是有翅膀的，承载着爱恨情仇，先动起万钧雷霆。义勇军进行曲今也是聂耳生命的绝响，后来的国歌铸就了他23岁的永恒。缅怀与祭奠时，音乐是他的安魂曲，英灵的栖身地，国歌是他的墓志铭。一次次放歌，一次次聆听，追忆间重拾那份感动。庄严中感受排山倒海，神圣里吞吐气势如虹。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用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那赴死的决心，那不吝的牺牲，依旧荡气回肠，依旧热血翻涌。所以我们理解了共和国为什么把它选作国歌，所以我们感悟了在国歌响起的时候为什么能让一个民族热血沸腾。积贫积弱时需要前进的勇气与韧性，国家强盛时还要有居安思危的警醒。聆听国歌，我们会忆及曾经的苦难，唱响国歌我们能铭记肩负的使命。相信崇高，相信不朽，让浩然正气注入心灵。解读聂耳，解读人民的声音，永远的号角在千山万壑回鸣。倾听国歌，
倾听万众一心的交响，听陈雷，听怒吼，听一个民族的大吕黄忠。聂耳人如其名，他带着四只耳朵聆听人民的声音。接下来我们要以一首原创歌曲《听》来向这位在云端守望的奏出不朽乐章的人民音乐家致敬。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请出上海旅美著名歌唱家黄英，著名云南歌唱家王红星，有请。唱，请你在云海里
国魂告乾坤，民族志千古存。这首送别黑暗迎接光明的《义勇军进行曲》，用铿锵有力的旋律为中华民族开启了辉煌的乐章。无论我们在什么时候，无论我们在什么地方，那激动人心的前进进的召唤永远激励着我们奋勇向前。此次沪滇两地万人汇集，无论是在云南玉溪的聂耳广场，还是在上海的一大会址，我们一起高歌，共同表达，向国歌敬礼，向建党90周年敬礼，向我们伟大的祖国敬礼。 OPPO Find 智能手机邀您接下来收看我心畅想。嘟嘟儿童高品质牛奶，优选生态奶源，全面成长营养组合，智力、骨骼力、保护力，全面营养，全面成长，和梦工厂功夫熊猫一起全面营养，全面成长。光明。啊，好，你来，我走，走。一身的雪碧，透心凉，炫灵感。书写大漠绿色传奇，毅力资源集团。可口可乐爽冻夏日125招，第36招开泳池派对。第88招打场冰雹林。好玩招数尽在可口可乐爽冻夏日125招。十点八方干面美味之旅，炸酱面，炸酱透着北京的浓香，干面美味就在身边。康师傅十面八方。啊，好，你来，我走，走。清凉炫灵感。为环保，康师傅矿物质水推出环保轻量瓶，减少塑料更减碳，减少耗能更省电，先进工艺更节水，让我们一起为环保献力量。这不是一场选秀，这是平民与平民的心灵对话。我们在身边陪你到永远，像他们一样，让在乎的人听到你的心里话。就算所有人都不同意，也要和你。每周六晚9:05，东方卫视《飘柔我心畅想》，用歌声传达心声。我心畅想，由高端柔顺体验飘柔倾情呈现。就在这一天，和我一起见证新的奇迹。就在这一天，你所期待的神奇旅程又回来了。就在这一天，你会看到最可爱、最具创意、最不可思议的表演。你准备好了吗？海飞丝中国达人秀第2季，每周日晚9点，东方卫视火爆上演。中国达人秀由步步高音乐手机、东风标致408联合赞助播出。90年前，一个梦想在这座英雄城市诞生，几代共产党人逐梦而行，中国的命运从此改变。东方卫视荧屏再现火红年代，红色梦想，你我见证。光速宽带连接城市的每一个角落，100兆光纤入户，流畅高清影视，极速在线娱乐，宽带中国，光网城市。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人民的声音第二届中国念儿音乐合唱周开幕式文艺晚会就到这里结束了，祝大家晚安，朋友们再见再见。